啊，您叫什么名？我叫潘，你叫？啊，姓潘是吧？潘姐你好，咱是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巧克力的？我们用了2、3年。2、3年？咱这种的是砂糖橘是吧？是啊。咱用这个砂糖橘用巧克力之后，感觉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吗？就是笑到也是亲切的，别样的笑不到的吗？就是颜色比原先要深是吧？然后咱这个坐果率呢？那里就是坐果怎么样？就烧挂果锅，挂果挂挂果。锅那里就你才开张挂的，你晓得的。咱可以根据这个大姐镜头看一看哈。我这里才是开张挂的呀，这种啊，大家这可以。第一能挂，啊，这么挂锅也叫你开张挂的第一能。您看看啊，用的这个巧克力的挂果量哈，挂果量非常好。咱是前段时间都下了雨是吧？是啊，下雨多了，这路好多啊，家里呢。下雨多落果。那路给好多。就是落果金多是盆吧？是啊，金毛一盆就是果果酱。但是您用这个巧克力之后，发现这个它这个落果比其他用其他肥料的落果要少得多，是吧？就是用咱这个巧克力的，它挂果量要大。它挂是挂得多，它是落，它一落得多就我也不懂啊。它是挂得多。咱这个这边是这一片是没用巧克力是吧？那等一下用不用那等？没用是吧？咱可以一起过来看看嘛，看看就是没用这个巧克力那这里是都个没试挂过果的量呀，怎么样哈？那可以是根据我这尝过个的一个，镜头看一看哈。我大些的用过巧克力啊，剩下小时候是用过巧克力的。这边是没用巧克力的，对吧？这边没，这是我尝过的，没用过的。咱可以看看没用这个巧克力的这个挂果哈，几乎没有什么挂果量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枝子哈，几乎没有什么坐果，而且这个叶片发黄，对吧？也是，它可能这边得快一点了，可能。要黄一点是吧？哈，咱可以回到咱这个地方继续看一下啊。可以，它大积家。累积累它积累钱就得积累，它这个挂果量还是比较大哈。好多它的，它这多是吧？它的包的好的，那它的地好多去的。你看用了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叶片哈，肥厚浓绿，啊，舒适好，挂果量大，而用这个巧背克力面的的面话，叶子片切发多，黄。切多，用这巧克力片子的肯去，反正效果别是样还我是好，下不到。效果是很好，对吧？行，谢谢您对这个巧克力的支持，祝您今年这个丰收高产，砂糖橘能卖一个好价钱。哪样讲哪样好，不要哪样好，更加好。